老實實啦，呢條灰頭做咗警司都十幾年，關埋關埋，再加埋我呢一大班，揾翻去祖家打啤箱，咁冇相干。係真嘛？三日內將你請回去祖家探咗呢份，掂唔掂？ 政府之名要被行政刷新，娱乐一方面以压抑
指騷亂廣部部民安定社會有功，一方面由得外府白飯魚在財政上全力支持，終於榮升探長，月薪280元。當時九龍太子道一層1000呎洋樓，市值是50000元。